哎呦呦呦呦呦，哎呦呦呦呦呦，行啊，这大哥行，这大哥这资源啊，这大哥的资源出其不意，加须弥都是双特，好东西。来了，兄弟们，这个涂山瞳啊，涂山雪没有天赋技能啊，这个认证了一个，这是5+4，出值音多一个啊。老板把前后的位置都放好了，按照老板的顺序干就完了啊。第一组就是个漂亮的值音啊，虽然放前，但是出的后，出后多一个技能。这炼妖不行啊，又野生又大海龟的，老板的顺序摆放的不好啊。十国巡守还行，直音永远放后边啊，这个还带高敏，合出来直接用炸、啊、完了，全他妈吃锅，一排吃锅，第一个吃锅啦，第二个吃锅啦，第三个吃锅啦，大海龟啦，涂山雪野生啦，一上号以为老板炼妖有玄学，有点东西，后来发现也就那么点东西啊。出奇加须弥加高魔心啊。